大家好，我是亚瑟，今天又到了中华文化故事的时间了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叫仁厚的舜。仁厚的舜，舜是我国古代一个伟大的皇帝。舜小时候母亲就死了，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个继母，生了一个儿子叫象。继母和象为了想独占遗产，都把舜当成眼中钉，经常找机会虐待他。有一次，舜在屋顶上修房子，象竟然偷偷把梯子拿走，在下面放起火来，想把舜烧死。幸好舜带了个大斗笠，舜抱着斗笠跳下来，侥幸逃了一劫。宽仁的舜并没有因此而记恨弟弟，后来看着弟弟也仍旧跟以往一样有爱。继母知道了这件事，非常感动，从此便不再虐待他了。